嗨，各位芒果 TV 的朋友，你们好，我是罗志祥。这一次的表演内容是演小品，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跨年演唱会里面可以看到我第一次尝试演小品的一个内容，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新的心愿呢、我觉得还是一样健康平安，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因为我觉得这个没有比任何一切来得更重要，所以我希望所有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要很健康、很幸福、很平安。工作上的安排，在明年的时候，大家一样可以在很多的综艺里面可以看到我的出现，也希望每一次大家看到我的出现都可以很开心的，然后可以很幸福的，然后去享受到我每一次为大家的付出跟表演。我想怎么度过？在11:59的时候去尿尿，我这样可以尿一年，精彩绝活。2017我觉得很丰富的一年，然后不管是在综艺里面，还有任何的一切，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可以让很多朋友们看到不同的角色的我。那我也希望在明年也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表演的机会，可以让大家跟我变得更贴近。OK， 没有，因为他都不在。对吧？刚好错过，因为他都不在，然后他一直飞来飞去，也很忙，所以他有告诉我长沙哪里好吃，但他跟我说我都知道，因为我去了长沙也好几趟了嘛，所以我对于长沙的一些美食都还蛮清楚。哎呦喂啊，算吗？那是张艺兴每次在讲哎呦喂啊。那长沙话的罗志祥怎么说？嗨，大家好，怎么说？你好，你好，我是罗志祥，我是罗志祥，我是罗志祥。